道县汉剧团交流。现在有请来自新加坡的主持人为大家介绍他们演唱的歌曲，掌声有请。谢谢。唱响乡音乡情，传扬中华文化。各位尊敬的领导，各位同行，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新加坡大洋开国会馆客运团李永代阿代表，能够回到我们原乡来为大家唱客家歌，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今天这个心愿终于达成了，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高兴。那么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度过一个充满着客家音符的夜晚。首先要带给你们的是一首我们茶阳大部会馆请专人回到原乡大部来采风之后创作的一首歌曲《茶阳颂》，茶咏颂，请欣赏。